些健身房啊，就比较普及一些嘛。健身房其实是在国外呢，可能他就是说普及的时候，别人普及到家庭，就是说，知道吧？就是举重的演变，就是加上就是说举重啊，现在可能就是在咱们中国也还慢慢在流行起来。嗯。啊，里面它也包括的一些举重的一些动作。奥运会周期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可能说对，其实我也想就是说，包括不管是全国的观众对我们举重的一个支持，我觉得就是我也想到就是说，我也会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啊，一些网络平台的话，我们跟大家讲解就是这个运动，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认识到举重，认识中国举重队。对，